好，来看到吉安乡公所之前办理研习课程，特别邀请职人运用传统素材，将台湾复古茄纸袋、传统串珠结合了原住民族的元素，激荡出崭新的部落文创的特色，打造时尚、实用，并且兼具美学艺术的创作品。不仅延伸原住民传统编织的技艺，更带起一股部落的新潮流。为了推展原住民传统编织以及串珠技艺，吉安乡公所在日前特别邀请部落手工艺职人陈美玉、张春妹老师，举办了一系列研习，将台湾复古加纸袋、传统串珠结合原住民元素，除了透过传统技法制作外，更融入巧思创意，激荡出崭新的部落文创特色，打造时尚、实用，并且兼具美学艺术的创作品。我们运用了部落过去的文化串珠跟我们的手作来创新新生活的开始。我们希望借由吉安乡公所的研习活动，带来我们兄弟姐妹们满满的创意部落文化，来延展配套在我们的生活中实际的使用。尤淑珍表示，传统技艺正在拓展、提升及普及化，这对部落的经济发展有相对的助益。期待每位学员都能持续精进创作，延续原住民传统编织技艺，赋予简单素材全新生命力，带起部落新潮流，创造吉安部落产业新亮点。记者徐丽琴，吉安乡报道。